着吃着呢，吃着吃着，我才发觉一件事情哦，跟我同桌的原来不是一般的住民而已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跟我同桌的有那个就是，譬如说在这边在地有名的歌手板奈啊，然后就是那种当地的原住民歌手啊，艺术家，就是做漂流木的艺术家，大学的教授啊，这边东华大学的教授啊，就各种啊，大家就在那边吃啊喝啊，然后吃着喝着。酒足饭饱了，饭饱了，酒没有足，走到前面的那个小酒吧，那个坐在我旁边从头到尾很客气的那个老先生拄着拐杖，他就走上那个酒吧的台，拿起吉他，哇、哦，好厉害哦！他这辈子唱歌的，嗯，不辛苦不辛苦，不是他。